啊，这一尊也是忏悔的最重要的忏悔的本尊，忏悔的本尊。我们生活中啊，有这个清净法，有最大的扫把，这是中的扫把，这是小的扫把。你念金刚萨埵的真言，念十万遍，加持这个扫把，它是有消除业障的一种这个秘法，消除业障的一种秘法，也可以讲环境，也是忏悔，也是除灾、习灾，也很重要的一个法。这个是大中小扫把。每人最好啊，出门啊带一个小扫把，放走，随时扫。你念了十万遍加持的这个金刚萨埵百日明咒，加持的十万遍，它都有它的力量可以做清净用。所以一扫烦恼清。二扫眉印去，三扫业障除，本尊福分将来临。Om Bhaja Sato Hum Om Bhaja Sato Hum Om Bhaja Sato Hum， 这是生活中才有的，生活中才有的。这个扫把不是扫地用的，而是扫身子用的，扫你自己的身体啊。一般来讲是扫背了，这个扫脸也很好，扫这个脖子啊，扫这个手都很好，这边也可以扫扫。啊，扫了就清净了嘛。所以这个至少这个东西啊，你在坛里面就是净，我们讲说这个坛就是净化坛，净化坛也可以还净啊，忏悔啊，增长自己的本身的福分，消除自己的霉运，很有用的。